这群看似乖巧的小萝莉，却是心狠手辣的顶级杀手。在这间杀手秘密培训基地，所有萝莉都是孤儿，他们从小接受洗脑，人生只有一个目标：成为最出色的杀手。格斗擒拿、枪支武器，只要是能害人的技能，他们一个不落。等长到规定身高，车技更是重点必修。 Back of the line, Grandma。这个严厉的男人正是基地教官。为了磨灭人性，他们没有名字，只有数字作为代号。然而，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中，代号83的女孩尤其不同。用玩偶做目标训练时，所有人毫不犹豫挥着刀。83却像是在玩过家家，给玩偶画出眼睛和嘴。教官把她狠狠骂了一顿。可是，在他心里，83却是最优秀的特工，从小到大，她永远排名第一，智商更是高于144。就这样。 在大家的极度中，他成了第一个接任务的特工，任务很快完成，但看到充满吸引力的陌生世界，83心动了。他疯狂搜索正常的校园生活，看得越多，他越是渴望。终于在一次任务中，他意外掉入水中，在听到教练呼叫时，一个大胆的念头浮现在脑中：他要逃离杀手组织，伪装成假死。他成功骗过了教官，接着利用黑客技术办了张身份证，从特工83变成普通女高中生梅根，并且还在网上找到交换家庭，拥有了热情的养母和可爱的弟弟妹妹，以及梦想。 想中的校园生活，但没想到从没接触过外界，梅根不懂穿衣时尚，不小心打扮过头。第一天就成了大家眼中的异类，被人一路嘲笑。好在妹妹及时帮助，给她换上普通衣服。作为转学生，她被邀请上台介绍，却遭到台下同学疯狂起哄。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惹的是什么危险人物。你敢信这个普通女高中生竟是个杀人无数的特工？因为身体素质优异，她自信的想加入啦啦队。 就这样，体力过于优秀的女孩成了吉祥物扮演者。到了活动这天，她无奈地穿上玩偶服，跟在啦啦队后表演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车驶入操场，几个蒙面人迅速靠近，从背后偷偷靠近。特工 DNA 立刻动了，行云流水一套动作，很快就把他们打趴在地。然而，所有人都开始指责她。原来，蒙面人只是普通同学，绑架吉祥物是学校惯例，但因为被当作怪胎，没人愿意告诉她。 可没想到，第二天他打架的视频在网上爆红，一些同学开始崇拜起他来，就连校草也主动搭讪，邀请他参加派对。一直暗恋校草的梅根开心极了。就在这时，组织发现了视频，教练立刻派人把他迷晕带了回去。叛离组织的下场生不如死，但教练没有采用酷刑，只是拿来真话药水，质问梅根为什么要假死逃跑。在药水作用下，他大吐苦水，自己不愿再做杀人机器，只想当一个普通人。可能是心软，教练没有为难梅根，反而答应了他想做普通人的愿望，把他送了回去。 只不过以防他出卖组织，留下特工暗中监视。可等他来到校草派对，却惊讶地发现监视自己的特工正是死对头。从小一直输给梅根，特工84对他恨极了。发现他喜欢校草后，当场就打起了坏主意。就这样，两人为了争夺校草，围着他转了一晚，甚至丢下喝醉的妹妹，跟着他们去了第二场。好在妹妹没有大碍，只是被人在脸上画了划。而经过这时，两人感情也变好了，一切都在往好方向发展。梅根开心极了，可第二天，伪装成司机的教练就找上门，要求。 求他继续为组织效力，因为被关在基地的女老大逃了，教练很肯定，他一定会找逮捕自己的梅根复仇。来看看女高中生参加派对的装备：双截棍、手榴弹、飞镖以及手枪，这到底是什么学校？听到教练警告，梅根没有放在心上。虽然女老大是自己抓的，但她已经不是特工了，应该不会找自己寻仇。然而现实却让她光速打脸。姐妹俩开车上学时，一辆轿车突然追上，正当她意识到不对劲，对方降下了车窗。 梅根反应迅速，立刻和妹妹交换位置，车子没有放弃，跟在后面不断的撞击。同样都是特工，两人车技不相上下，就这么疯狂的飙起了车，直到追到废弃工厂，也没人主动认输。 眼看就要撞上，关键时刻妹妹赶紧抢过方向盘，车子撞向一旁，这才阻止了更大伤亡。妹妹当场昏了过去。梅根立刻跑过去查看，车里空无一人，女老大早就逃了。然而车里却留下了熟悉的香水味，是特工84。他立刻打给教练，问他为什么派84追杀自己。教练一脸懵逼，自己根本没下这命令。而特工84最近在任务中牺牲了，他对此毫不知情。原来女老大正是特工84放走的。 他才是背叛组织的人。两人都是自己为仇敌，梅根知道自己麻烦大了，为了家人安全，他决定收拾行李搬走。但妹妹却说，家人就是要一起面对。梅根感动极了，从小就是孤儿，但现在他终于有家了。于是，在参加舞会前，他们提前准备好了武器。果然，舞会才刚刚开始，84就出现了。但过分的是，他却和自己好友待在一起。梅根怒了，脱下鞋子就扔了过去，却被他轻松避开。然而，战斗开始了。
从小打到大，两人实力相当，一路从会场打到走廊，直到躲在一旁的妹妹帮忙，他才偷袭成功，制服了特工八十四。同一时间，女老大挟持了母亲和弟弟，等他赶回家时，还是迟了一步。利用人质威胁，女老大要梅根和自己单挑，但他十分阴险，眼看打不过，赶紧拿枪威胁。危机时刻，好在教练及时出现，成功杀死了女老大。故事的最后，教练让他成了兼职特工，白天就是个普通高中生，到了晚上才会变身特工执行任务。虽然剧情太玛丽苏，但也可以原谅，毕竟在学生时代，谁没幻想过这样的双面人生呢？